南军，娟娟，说点劲爆的，别整体重、年龄这些玩意儿，没用。对，就说点那种，说点带话题的。啊，我去过。去过。这三个字一出来，凡尔赛那味道就来了。你在凡尔赛，我跟你讲，我得疯啊！我去过24个国家巡演。哦，那没有。哦，那这可能没有了。输了。这可能没有了。哇、哦，这个没法比，没法比。我去过24个省市，我去过好几个村儿，对，我巡演过。我参加过2次青春有你。撞过牛算吗？就我骑自行车撞过牛算吗？好，来来来，丽丽，就随便来一个，丽丽，别紧张。对，说点生活化一点的。啊，我有纯皮迪的微信。啊，这个很帅。哦，羡慕。什么什么？他有纯皮迪的微信。纯皮迪是什么？纯皮迪。是也有啊，我没有了。我有。对啊。这要淘汰了。这四个了，晚上。那我随便说个，你们就全死了。口下留情。绝杀。我有 Lisa 微信。我有 Lisa 微信。输了几个？走了几个？哎，你记一下，晚上绑架浩哥。爱奇艺，吃 Black 系列版，我的滴当的在。